整天乐淘淘，咿呀咿呀哦，妈咪妈咪摸，庙里有个小和尚，整天乐淘淘。师傅，开饭啦！哎，来喽！一切就绪，师傅请。难得难得啊！是啊，省吃俭用，一个月才一次，馋得我都熬不住了。吃吧。师傅，好像有人敲门。快去开门。哎，注意，待人要热情。快开门呐！我是游方僧无忌。无忌。对，无忌就是什么都不忌。高僧光临小庙，蓬荜生辉，请进。这山门太小太小，来个比我大的怎么进门呢？还有比你再大的？那当然，你们看我的碗才这么小。游方和尚有个规矩，人多大碗就多大，懂了吗？请。我好像闻到饭菜的香味了。高僧可能还没吃饭吧？正是正是。高僧一路辛苦，请快用餐。多好的饭菜啊，便饭而已。你们天天如此？那当然，真是宾至如归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同是出家人，就别见外了。舒服舒服。高僧一定是饿坏了吧？现在总算给救回来了。一起吃吧，一起吃啊！就这点锅吧。是啊，师傅，我们一人一半吧。快点，我要洗了。我来了，师傅，我们这就送去吧。好吧。啊，师傅，你把金书给扔进去了。烫啊，还愣着干嘛？想把我当死猪跑啊？这样才舒服。怎么样，我这身肉好看吗？师傅，这样能睡吗？你让心静下来不就好了。师傅，这样能静得下来吗？师傅，那您怎么也没睡着呢？哎呀，真是烦呐。还不快点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天天如此真是不错。洗吧，空了。快点，我要洗澡了。啊！这种天气洗澡是最舒服的。师傅，你老说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待人要热情，可老这样下去。快拿去洗。真臭！师傅，他到底什么时候走？什么？你们问我什么时候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不，高僧请别误会，我们只是打听一下，以免来不及准备。这里很好，我想住个一年半载，养养身子再走不迟。那好那好。请别见怪，小徒近来感冒，打出喷嚏来有碍大雅。没关系，你们请自便嘛。
师父，我没感冒呀。我知道，要是你刚才说了出来，那多失礼。你总是礼呀礼呀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？师父，你看米缸都快见底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是我们一年的口粮啊。师父，你看菜都快吃完了。小庙要吃空了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在敲啊？本来两个木鱼在敲，我睡得好好的，现在少了一个，我可睡不着了。这快来看呐、这只八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高僧平日无聊，这只八哥可陪你说说话，说话，说话。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还真灵呢。真灵，真灵。你还会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就是你还能说什么？说好了，我让你像我一样舒舒服服地留在这里。胖和尚，和尚胖，胖吃懒做不衣吗？胖胖人请碰开卷，阿弥陀佛马路上。你这让我给气死了！我让你瞧瞧我的厉害！哎呀，胖和尚真好玩。罪过作孽。胖和尚，老待在屋里不闷气吗？出来玩玩。那你们想玩什么呢？啊？嗨嗨嗨嗨。这在我们那儿叫做猴子耍把戏。耍把戏？那你来练练。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功夫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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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啊？嗨真逗，这也算玩意儿。雕虫小技，好，我来陪你玩玩正宗的。看我的。好样的，不愧是我的徒弟。什么徒弟？师傅的。嗨，啊，师傅，他想干什么？让你们这些小庙的土包子见识见识。高僧，使不得使。见过真正的铜头功吗？今天算是给你们开了眼界了。哎呀，轻点轻点，看来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那怎么办？师父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们黔驴技穷了。都是你，什么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但要礼貌热情。现在好了，你看都灾难临头了。你在干嘛？36计是怎么说的？36计走为上计啊，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你的意思？咱们也做游方僧呀。游方僧可以，倒是可以，不过快拿饭来，我肚皮饿。哎呀，快点，怎么老是磨磨蹭蹭的？快拿饭来。来了、哎、来了。你们在搞什么呀？来了来了，真难为你高僧亲自出来相送。相送饭呢、不瞒高僧说，我们有点事要出门。游方，游方就是做游方僧的意思吗？对对，你们也要去游方，那我怎么办？小面给你了。这正合我的意思。师父，让小徒做一次主吧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老衲有桩事情要与高僧交代一下。对，好说。厨房里的柴米油盐都已不多，请高僧自理。山下有个桃花潭，高僧渴了请自便。后院有菜地几垄，请每日除草，勤快施肥，否则恐怕吃不了3天。3天？寺院要勤打扫，必须保持佛门的干净。每天要上香供佛，以示修行的诚意。每天念经打坐，纯净心境，你必须坚持。这些都交代于你，请高僧自重。每天的烧饭烧水都有劳高僧自己，我们失陪了。哎，两位请慢走，还是让我先走一步吧。师父总算能吃顿安静饭了。是啊。空了，你听。两位兄弟多有打扰，吾乃游方僧大谢和尚便是。从前有座山，
妈咪妈咪摸料理有个小和尚，他整天